他已经有声音嘞，他已经在制冰吗？哦，所以他制冰有声音，你自己听，现场没听到，你自己过来听，有声音啊，有啊，哇，东西有，嗡的声音啊，哇塞，他制冰有声音啊，东西，我把它，啊，你别紧张，我会整理呀、啊，你好好看电视，不行，动作要做好，不能乱来。哇，水槽啊！不管是水槽是塑胶的，我以为是金属的，结果是塑胶的。还钻石的，哇，钻石的，还镀金呢。哇！磁吸，哇！嘿，嘿，又来玩啦！你要来撕开模啦！哇，你要一起参与这个神奇仪式啊！就有小人物来做就好了。小人来不行啊！哇，还有奶嘴塞啊！哇，奶嘴塞，怎么变那么小声？奶嘴塞，哇，丢进去。哇，那有荧幕，这个要先撕吗？你要来撕开荧幕吗？你要还是你要当？他也可以不用撕啊。还是你要当台湾人都不撕开？哎。哦，你要当正港台湾人。啊，水箱啊，我们来新开水箱。旁边应该有没有粘住吗？怎么拉不起来？没有啊，没有粘住啊。嗯，有粘住啊，为什么拉不起来？不要拉好哇，我拉断了，你要来呀、啊，你要一起参与把它拉断呢、啊。哇，塑胶箱。哇，水啊，这样才刺激呀、啊！哎、欸，这怎么他怎么塞的？啊？为什么可以塞在里面？哇，那是两层的、啊，所以他，所以你不要过滤就不要放这一层。对啊，你也可以不用放啊。对啊，他是这样设计的吗？所以你如果不想要过滤，你就可以不要放这一层。对啊。哇塞，他都帮你设计好了，所以他不负滤水是。正常的啊，不放滤芯是正常的。你看，你这样子就可以先把滤芯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再卖掉啊。这个没有人要买啊，这个怎么卖？哇！你就下面放马克杯，然后下面就可以这样过滤了。哎呀，你买个滤芯就可以过滤了，是啊，本来就是买个滤芯就可以过滤了，跟空气清净机一样。所以你房间那个可以放你房间吗？你放在马克杯上就可以过滤了。是啊，可是我要热水啊，我没有喝冰温常温水。你就把水加热，就不要去过滤啊。哇，那这个要先洗一洗是不是？当然哦，洗也要拍啊，洗都拍。我在洗哦，你